然后很多人呢会在这附近拍照，就是拍什么手举熊猫啊，脖子熊猫屁股啊。但是大家看到过他的脸吗？接下来就带大家去看一下熊猫的脸吧。正脸吧。我们是现在要去看熊猫的正脸的。对，我们来到先坐电梯坐到6楼，然后徒步走向7楼。拜拜，大家一定。